哇，最近呢有没有发现到这个比特币 Bitcoin 从40多千呢跑过了这个50千？有没有别的方法，或者是有没有好的方法呢，在这个市场从比特币的这个趋势呢赚钱？今天这个 video 就要跟你分享，如何在过去的这个一个月，我们呢也是呢有从这个比特币的趋势赚到一些钱。OK， 所以虽然不多，不过呢这一个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学。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跟大家分享的话，可能呢你们都没有这个知识，在下几次的这个趋势呢，可能你就赚不到钱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 video 一定要看到最后。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这个频道，每一个星期呢我们都会有更新的 video， 然后呢这些视频呢都是帮助大家呢在投资的路上呢一直在进步，好不好？ OK， 所以在这边呢先来看一下。 OK， 所以这个呢就是呢这个 Bitcoin 比特币的一个趋势。 OK， 所以这个比特币的趋势呢你可以看到呢，哇， OK， 它从40多千， OK， 40千的这个底部呢，短短的就这几个星期，从2月23号 ,OK, 他就跑到了这个52千。所以很多人呢他会在一直在怀疑齁，到底呢是不是一定要做这个比特币，就讲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比特币的这个户口啊，你才能够呢就是呢赚到这一个波动。所以整个这个波动呢从1月22号呢到现在呢齁，差不多是可能一个38线。OK， 所以呢这个是从底部到这个高位呢，这个比特币呢是涨了30多%。不过呢真正的呢是不是呢我们要就是去买这个比特币呢，我觉得呢是不需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他们其实都有股票的户口，所以有股票的户口其实你可以呢买跟有比特币有关系的股票。OK， 所以呢最近呢我们呢也是呢就是有看到呢这些的比特币的这个股票，而且也是有买到像这样子的这个股票啦。所以这一次呢我就 show 你一下。OK， so 在这里 OK 你可以看得到呢，就是呢这个是 MSTR MicroStrategy。 所以呢这个 MSTR 它从这个最低点齁，其实呢这个也是差不多一月多，所以在这边呢其实呢就已经看到了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 bottom signal。 所以从这个 bottom signal 的时候呢它才多少，才差不多450块。今天呢 OK 这个450块呢差不多都跑到470块了。所以如果呢你是看这个图形啊图表啊，当时这个底部的时候，这个 MSTR OK 如果从底部到现在的这个高位呢，它是跑了一个67%，看到吗？所以呢可以说什么呢，可以说呢这个 MicroStrategy 呢它比这个比特币跑得快还是跑得慢？ OK， 在这个 comment 下面呢你们打一号，如果你觉得跑得快你打一号，如果呢你觉得跑得比比特币慢的话你打二号。答案呢就是呢这个呢是跑得比较快的，哎，跑得比较快的。所以啊在这边啊，这个 MicroStrategy， 哎， MSTR 它只是其中一个，有其他的股票好像 Mara， OK， Marathon Digital， 它呢也是呢从这个低点跑上来，也是跑了差不多一个70多%。有很多 OK， 有很多其他的 ETF 啊都有跑上来 OK。 不过我个人呢我是比较熟悉这个股票 MSTR， 所以呢我就选择这个。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想要怎么样去选，我觉得有时候呢你也是要就是去熟悉一下这个股票啦。如果你有赚过这个股票的钱，好像之前我们有赚过它的钱，到后面的时候呢你会比较有信心呢去抓回这个股票。所以当然在这里呢 OK， 我们呢也是就是最近呢有抓到这个 MSTR， 然后呢进场的时候呢，进场的时候差不多呢是在这个540多块，所以540多块的时候呢就有买到呢这个股票 OK。 然后呢今天呢它跑到了790 OK， 它跑到了这个790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什么东西，你看到呢这个 unrealized PNL 已经是47%了。所以这个47%呢其实呢跑了几天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。所以540多块的时候在这边，所以只是呢一个五天呢
他就跑了一个47.8%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啊、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呢，是就是想告诉大家，就是呢，这个比特币的趋势它是非常非常的快。如果你还没有看到的话，我觉得现在有一点迟了。OK， 现在是有一点迟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这个短短的5天，它跑了一个50多%。我不知道会不会每5天都会跑50多%。不过呢，平时这个普通的正常的股票呢，是没有跑这么快啊。所以如果你在跑很快的时候进场，一定的风险是肯定有的。OK， 我们进场的分别是在哪里 ？OK， 其实我可以跟你讲 ，OK， 我可以跟你分享，我进场的那个地方呢，是在它第一天开始跑。所以呢，今天呢已经跑了这个五天已经跑了差不多50%，所以就我是觉得就比较难进场。不过呢，肯定是一个好时机录这个 video， 对不对 ？OK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的确啊，就是进在好的位置啊，的确啊是买到对的股票。所以如果你可以买到对的股票，你可以进在对的位置的话，这个赚钱呢是应该的。想要知道呢更多关于呢就是买对时机跟进对股票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的这个频道，我们每一个星期都有跟大家分享。当然我们也是有一个 Zoom meeting， 你可以 scan 这个 QR code， OK， 去这个 link， 来去这个 link 去报名这个 Zoom meeting， 免费的。哎，这个会教你呢我们的一些策略。哎，这个策略呢怎么样选股票，怎么样呢知道呢好的进场的位置，好的进场的价钱。所以呢在这个 OK register now， OK 在这边呢报名这个免费的 Zoom meeting， 然后呢我们可以跟你分享的更多策略，更多好的股票，不管是马股还是这个美股，都会呢跟大家一一的分享。所以今天就讲到这边，临走之前记得点赞跟订阅这个频道。哎，你们每一个订阅每一个点赞呢，都是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。OK， 所以谢谢大家的时间，今天就讲到这边，拜拜。